好莱坞女星安伯赫德与前夫强尼逮捕，于2016年展开离婚诉讼后，开始了一连串的互告戏码。这场世纪官司终于在去年告一段落，以强尼逮捕的胜诉画下句点。但安伯却不甘示弱，提出上诉。随后在去年底传出两人已和解消息。虽然安伯再三强调这不是自己的选择，但这场闹剧终究还是结束了。据外媒报道，安伯的一位朋友透露，安伯已暂时离开好莱坞，到西班牙定居，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抚养年幼的爱女。据悉，安伯曾透露自己有不孕症，但他以代理孕母的方式产下孩子，对孩子十分疼爱。消息人士也透露，安伯与孩子在马德里住得很开心，或许不会那么快回归演艺事业，引来不少人好奇他是否也会缺席电影《水行侠》的宣传行程呢？